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4月8号，星期六，现在时间大概是11:08左右。我们今天2点钟上中班啊，现在车没油了，我们先去加个油，顺便在加油的附近跑一步啊。好，大家一会儿见。现在开春，就是正值这个东南大风的季节，看看那个左上角一大群鸟。好了，同志们，我们刚把油加完了，然后现在把这个车停到这个五一农场这边冰雪府，我们在五一农场跑一跑。现在突然出太阳了，好，开始。好，开跑了啊！这块是我们班组经常过来吃饭、搞活动的地方。这边有个膳食客辣子鸡，不错，花卷。就这家膳食客，每次中午这个人爆满。今天穿的是耐克的阿尔法 Fly 4。五一农场这边路总体修的又宽，路又好，特别适合跑步。这边车也少。这边路没来过，试一下。直直往前是60户。这个叫星火村。有点分鸡，哦，松鸡。好，马上就回到五一农场这个市区了。4分半配速，现在最后1公里了，冲一下！同志们，跑完了，11公里，配速5:18，时间58分钟15秒，心率平均135，最后冲了一下啊。好，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再步行缓和一下，然后开车去上班。好，希望大家也多多参加跑步。好，再见。上班休息，空闲，练了15分钟，继续上班。